我就不相信他连60块钱都没有。我看呀，他纯粹就是个骗子。本来就是个骗子，我今天啊都见他3次了。哟，小妹妹还在这儿呢，老娘我有的是钱，就是不给你，气死你！走吧，走吧，别看了。走走走走走，骗子。小姑娘，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家是北山坡的。我一直从这里到你家100多公里，60块钱够吗？够了够了够了，能让我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就行了。任总，他一看就是个骗子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呀。小姑娘，我这里有200块钱，你赶快拿着买张车票回家吧，路上记得注意安全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有公司地址，你拿着。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，我愿意帮助你。我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任总，你这次肯定又被人骗了。丹妮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刚才那件事是假的，200块钱穷不了我，也富不了他。如果刚才那件事情是真的，那可咱们就帮了大忙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做好事呀，是一件积极的事情，帮助了别人，同时也就是帮助了自己。这做好事呀，也不是放下自己手里所有的事情去刻意的做好事，而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任总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，我们走吧。老板。哎，是你呀，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上回您给我的名片上面有您的电话和地址。啊，是这样。那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今天来城里是来给我妈妈看病的。任总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他是个骗子，怎么给你200块还嫌少啊？都追到公司里来了。不是的不是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老板，我今天是特意来感谢您的，顺便把这200块钱还给您。小姑娘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怎么想着过来还还我钱呢？当初是您借给我钱让我回家的，您就是我的恩人。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，比起爱错一个人，更可恨的是把善良给了一个只懂得索取却不懂得感恩的人。看你年纪不大，没想到你这么懂事。这样吧，我这张卡里有15万，你妈妈的住院费我帮你出了。不，老板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小姑娘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我帮你出这笔钱是有私心的，是有条件的，你方便听我说吗？老板，什么条件呀？条件就是等你大学毕业以后来我们公司上班，工资待遇我们到时候再谈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有兴趣吗？真的吗，老板？太谢谢你了，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当然是真的，我帮你出这笔钱呀，是对你的肯定。来，赶紧拿上，去医院陪你母亲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我拥抱着爱，
让苍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。你们俩在干嘛呢？赶紧拍下来！什么人了？爸爸，走吧，等着你给我。小伙子，刚才谢谢你啊！我是红枣卡住了，多亏你救了我。你没事就行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蓉蓉，你看，佳浩看着平老实的人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就是，佳浩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王总，那个王总，你被开除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来，自己看。王总，你听我解释呀。不用解释了，公司的名誉不能受到影响。我们都老板，你被辞退了。小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你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打三份工，为什么他们对我还是有那么大的敌意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里说话也不方便，走到我办公室好吧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来，请坐。你是因为救了才被误会的。整个事情的经过呢，我都看见了。我相信你，你每天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工作呢？我想挣钱在城里买房子，我爸妈辛苦了一辈子，我想把他们接过来，让他们享享福。这样吧，你愿不愿意来我公司工作呢？我会给你一份很不错的待遇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为什么是我呀？因为你的人品我信得过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用客气，不要啊因为做了一件好事被人误会而气馁。你一定要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我拥抱着让苍梦中醒来，一直执着的等待，却不曾离